同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中新社记者宋吉和社。中新网8月30日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今日回应解放军可能会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海军基地或者海军设施一事时表示，中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不谋求大权和势力范围。8月30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问，近期有外媒报道中国海军监测船以及一些军舰访问了太平洋岛国，加大了在该海域的航行频率，又猜测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会在这些太平洋岛国建立海军基地或者海军设施，您能否对此进行评论？中国在那里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吴谦表示，关于中方舰船的活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中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不谋求大权和势力范围。